妖姬卡牌怎么打妖姬啊？敢妖姬随便掠卡牌，很难打、啊。你看这根本换不了血的，伤敌五十，自损三百，死了。交闪，交闪也死，被练到就死了，这没办法的。所以我不理解。为什么 OMG 要卡牌去中呢？上路打蝎子都没那么难受啊！小方被兵线看到了，已经被兵线看到了，要硬来吗？下路兵线不太够啊，只有三四个小兵，但是到六级的进化直接秒改卡牌也飞下来，想杀行这里被处决了，皮皮嘎在扛打有余震，但是余震扛的有点少，还好这里小方闪现拉开，黄牌切出来不让你 scout 过来，很漂亮啊！直接安吉拉想了想不对线了、啊，直接下路帮队友，对吧？我虽然劣势，双踩过来，小方要死了，漂亮 ！Scout 的链子没链到，差一下。好、哦、，Scout 现在中路有无限的时间可以帮队友啊，在这样的话 ，OMG 吃任何资源都有压力，甚至连吃自己家野怪都有压力。给个烟雾弹把你劝退，这边一个滑铲，闪现滑铲过来，踩了皮皮这里余震没触发，勾墙勾乖了，这里形成了自爆一换一，差一枪，这里给大招，微微想吃龙辉血，回得起来吗？一剑。再一勾皮皮嘎，这都能勾到，好勾啊！皮皮嘎还走位躲掉了 W， 但是嘎子旁边当小偷，偷掉了这个火龙。张鲁又逮到了吗？这个闪现交了，血赚啊，无所谓，死个反正上半区没野怪吃。这种感觉真是这种感觉啊！老子优势这么大，怎么感觉一点用都没有啊？链子没链中。安吉拉闪现黄牌，加点爆弹。安吉拉想一人破你先攻而已，破完我就走，不走打你了，安吉拉。运气比较好，安吉拉这里运气狗运真好。我说实话，这敢去打妖姬的，还好妖姬没大招。这里是干嘛？自卡随便划了个大招。这里安吉拉真敢打妖姬啊！他们妖姬运，他运气真好，妖姬大招差两秒钟。小方还在塔底下撑着，小方可以死，其他人不能死，最后还是守住了，这不能再杀小方了。小方这是死了自爆了，跟你。好，皮皮嘎过来当保安，把线清完了。小方但是死的位置不好啊，小方这里死的位置太差了。哦，那这波蝎子来了，要小心。后面出逼准备开车了，敢跟我队友装逼我就开车。这里一勾直接勾到墙了，嘎子伤害还是有点高啊，一 Q 穿小兵加伤害直接打了 Starry 三分之一血。好，继续过来动先锋，动先锋感觉还是能玩的。 OMG 是有一战之力的，安吉拉这里有大招，随时能 Big Fly 过来，一勾勾到这边的直卡出逼撞车，也撞得还不错。皮皮卡先死为荣，但是没关系，死得漂亮，死哥就往前走，闪现过来亲你嘴巴，亲完嘴巴好像没什么用。狙，中门对狙，啊，中门对狙还不错。OMG 这个先锋应该来不了了呀，妖姬直接踢中过来保先锋，僵尸这里也 TP， 安吉拉中路开疾跑，走位留到了这个链子，僵尸王下来了，紫卡从墙里钻出来了，紫卡要开绑，只绑了一个泰坦，绑了泰坦没什么用啊。小方这里顶在最前面，小方可以死，小方可以死，小方不能叫死在前面啊，不能死在后面。小方直接往前走，还得走位留，一勾直接打出刘备的闪现，这边又拉车子起来。哦，什么情况 ？Starry 怎么双杀了？在一个不知道的情况下，你杀我没用，我可以死，我是僵尸。妈，自己想打把排位了，我现在感觉来了。这敢勾啊，皮皮嘎直接开启团了，什么情况？微微要被秒了，微微这个位置直接被秒杀，等级太低了呀，石膏的这死了真的是有点断节奏了，有一直感觉现在死哥应该要这石膏的应该十五级的感觉哦。这边过来飞的中路导播在干嘛？好，唱歌直接唱死绑虫蝎子，直接出狂徒，零抗性的蝎子，看上去很肉，实际上紫卡一点都不肉啊！这边过来包饺子啦，这里有危险，自己的维鲁斯还不在的，安吉拉可以卖，快走，把安吉拉杀了！
哦，杀完安吉拉，赶快跑，不能再死人了。安吉拉可以死，队友不能死。这里紫卡是没抗性的，一个大劈还不错，又一勾。这里蝎子根本不肉的，打他他就死。蝎子交闪现，这边妖姬链子又链住小方，两个大绝版，哇 ，scout 加一个 W， 说便于说绝版都是他的空了吗？没勾，中一剑，没有 damage， 小方没有大招，真得靠 scout 的。还是那句话，左边想赢必须得看 scout 打的团前 poke 打的怎么样。scout 只要记了，左边就记了。这里过来直接要一大龙啊，这波又是依靠 scout 的完美发挥啊。哦，也不跟你开团，先把你下路塔 A 了。小龙慢慢来，先 A 你下路防御塔。A 完下路防御塔再开始战斗。但是小龙已经要没了 ，scout 要快点过来了，得靠你啊。啊，这里小龙已经掉了，你不来我们没用啊！啊，那这样的话，直接小龙给了推下二塔，拿两个防御塔。啊，下路过来就一个大绝板撞起航，航简直飞得更高，航要倒了吗？狄仁杰开大招往哪里飞？狄仁杰呢？狄仁杰还是求稳啊，给了一个安全 TP 位置。这里又过来打一套 ，scout 这里舒服哉，维鲁斯直接 R 闪。阿闪打出了 scout 的闪现，闪换闪，闪换闪 ，scout 是赚的呀。小方还差一个兵，十六级了，终于十六级了。小方现在十六级可以往前走了呀，盼望这一天盼望了很久了，漂亮！这里微微一个大招打残了两人，滑铲滑的还不错，但是这里已配合失误了，给吸走了。死哥这边吸远了，快让我去前面死。史达瑞这个位置先死了，完了。要记了啊！能好出币也必死无疑，挣一波了，挣一波了呀！有 TP 的，有双 TP， 看稳一点，吃大龙还吃双龙，还是尝试一波。好，海卷的求稳，吃两条龙。死哥大招马上好了，还能玩，还有一波机会。Oh my god！ 现在 Oh my god 还有一波机会。脚好，蓝枪大招直接破个，出逼这个位置有危险，出逼好像不太行了，出逼大招直接往后走，走完之后 PP 杠直接被射残了，这波团感觉没机会接了，两个肉盾都没血了。两个肉盾都没血了，要来了吗 ？Q 一下 ，Q 一 W 没踩中，有点可惜了。好像还是打不了，死哥要唱歌了，能唱的是紫卡吗？闪现往前走，嘎，这闪现走的还不错，一枪直接崩死了。Starry 只剩一个安吉拉好像只能跑了。打断了 Q 技能，但是安吉拉没什么伤害。好，安吉拉也要死了，没闪。好，这样还是一波了 ，scout 直接回家踢出来一波了，二皮洞 ，Oh my god， 虽败犹荣，确实打不过李明基，确实厉害，打不过。